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今天我要来做实验，水上的东西，然后我要看哪一些可以浮起来，哪些可以沉下去。要用的有磁铁，还有一支铅笔，还有一把塑胶尺。那我们就开始吧，我们来看看哪些会浮起来，哪些会沉下去。看看磁铁。磁铁沉下去了，磁铁沉下去了。你看，磁铁沉在下面，它沉到下面了。那接下来呢？我要拿的是铅笔，铅笔浮起来了。接下来我要放的是塑胶尺，它用不同的角度放会不一样。如果这样放还会浮起来，如果这样放还会沉下去。以上是我的测验报告。以上是我的测验报告完毕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